晚上好，有人骂我谢谢 VK 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有钱花。您不许等会把破坏有个坏掉的手机，大家算下个月，我这个月都很照顾大家，都没有怎么开直播。这都正常的感觉。哦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哦，等一下哈。哎呦哎呦，谢谢你那个摸鱼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，待会出去吃火锅。我在海南，怎么了？谢谢白虎早间超级帅的一个玫瑰花，祝你有钱花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有力量的一个秋天奶茶，祝你天天向上的两个荧光棒，祝你两全其美。好想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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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要过双十一喽。对啊，好久没见。哦，就这。记得呀，怎么连续剧还没结束？这还没好。好了。为什么双十一你10月11号就要过，不是10月11号晚上好。哎呀，送你送礼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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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，哎，我就没有自拍。嗯，哦，先认领815的一个恶魔头饰，前两天有人找你来着，但你每次你在时候他不在，他在时候你不在。谢谢翔哥66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都没有参加，没有参加什么什么，凭什么不自拍？有什么好自拍的？我觉得我长得有点丑，不想自拍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，现在付定金啊，可好像没什么特别想买啊。我是不是应该买两包餐巾纸？哈喽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宝山林志玲？林志玲，对，今天因为万圣节，所以要画的红一点。好，嗯哼。对，加个头。哇，谢谢萧寒的一个万圣夜，祝你就像小朋友每天喵喵喵、汪汪汪、呜呜，可可爱爱的，然后祝你活得越来越潇洒。哎呦，就11月了，哎，咱马上就过去了，这一年又过去了，咱就说一年又过去了。怎么，人家还不能用夹子音说话，可是人家的那个说话声音就是天生的，为什么要对女生那么大敌意？
对啊，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个世界，就是说是对我有这么大的一些恶意？人家明明都没有做错什么，可是总是有人说人家是装的。可是人家就是天生的啊！好的，六号键，谢谢煎饼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！谢谢小馒头的一个糖果，祝你祝你的那个心像糖一样甜甜的。谢谢煎馒头的一个恶魔头饰，祝你饿了就有馒头吃。谢谢鱼酥不酥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谢谢卡菲乐的一个糖果，祝你这个。谢谢风间一派的两个荧光棒，祝你俩长期对直播一回，啊，人家直播一回。谢谢哈迪斯的一个糖果，然后祝你这个像糖一样甜甜的。谢谢伊丽莎白发财的一个恶魔头饰，然后祝你早日找到你的侍女。哦，怎么了？什么做错？为什么要对女生有那么大的恶意？就因为我有夹子音，你没有吗？哇塞！谢谢你啊，给我们的一个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然后呢，祝你这个，祝你成为最帅的 gay。然后呢，祝全成都的零都会爱上你。然后呢，祝你在这个11月啊，咱们都说11月会迎来这个立冬，然后祝你在这个冬天也很温暖。然后祝你早日收购波司登羽绒服，北极羽绒服，然后加拿大鹅羽绒服，这样你这个冬天都不会感觉到寒冷，要有一个温暖的冬天哦，不会后悔啦。谢谢皮皮川的一个秋天奶茶，祝你多多涨粉。谢谢小景的，牛逼应援棒啊，祝你越来越牛。那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有些什么？谢谢特仑苏调配师的一个什么？被挡住了。一个恶魔头饰，然后祝你不会成为别人的侍女。谢谢小景的一个万圣节，万圣之夜。然后今天有看到小景，小景就是说是文质彬彬，然后一副儒雅的一副衣冠就是衣冠很整的样子。然后祝你越来越帅啊，成为人见人爱的大帅哥。对啊，人家声音就是天生的啊。怎么了？Someday，寒冷的夜被我包围。啊？怎么会？哟，谢谢小景的一个南瓜派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你做什么也都对，你送礼物最对，你眼光也很对。谢谢星期九再叫醒我的恶魔头饰啊，祝你头头是道。今天不发我有什么好发的呀？那有什么好发？那没有，今天毕竟不是特殊公演，也不太好随便更改曲目。谢谢小芒果果的一个糖果，然后祝你的这个果果越来越甜。什么叫人家夹的不累吗？哦，拜托，人家都是天生的。小风车哈哈，小风车，那就是很天生喽。哎，对，11月了，营业了，上个月的可以提了吧？
啊，不是，两个小时以后提。没有卸载微博，我还是经常有使用微博，因为微博上就是经常能看到一些就是社会新闻什么的，还是需要我值得去关注的。这些与阿静两情相悦的一个恶魔头饰，终于头饰到了，一般吧，心情。哦，是吗？怎么不一样？是不是声音都变了？咱就是说是一个宝山林志玲的状态。对，它粘在一起。就这样吧。忆梦里，呵呵。不是啊，互联网都是有记忆的。如果你随便的使用微博，说些什么有的没的，你就会就是被人挖出来了，你就会那个不太好。所以咱们就是说是不要，就是不要发微博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不做这个事情，就不会被发现。有没有这个道理？太聪明喽！不行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那你们嘟嘟嘟，哎，我可怜的外套只穿了半次就被拿去洗了，好可怜。就因为那个奶茶，它偏偏躺在那个外套上。啊，那不好吧？我干啥躺着？因为我累。对，我刚刚把它拿去洗。呦，什么？我的刘海明明已经从天灵盖上陷下来了，感觉头发还是那么少。对啊，我刘海塌了。噔噔噔噔噔！你怎么不理我？怎么排挤我、孤立我？好吧，那我也排挤你们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还赶我下播了？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早点去吃饭？什么意思？还不让我赚钱了？你是不是就是想指望着我没钱，想没钱，然后到时候你路上给我丢2块钱，我就会对你很好，就会有特殊对待，想得很美，哼！谢谢演员董教授的5个糖果，祝你五福临门。还没有吃呢，谢不存在的存在的恶魔头饰，祝你头头是道。我可不能做被粉丝操控的小偶像，咱们就是说要进行一个反其道而行，反其道而行。连麦？为什么要连麦？说的好像咱们这个连麦能打得过谁呀？凭什么下播？你还在考核期啊？咱们有这个试用期、考核期的。哦。什么东西？有人想成为我的第9个粉丝，那是要进行一定的考核期，累计给小贝送满50万鸡腿，你就可以成为小贝的第9个粉丝。自己掂量掂量。谢谢芋圆电子看，真不错的一个糖果。祝你每天像糖一样甜甜的，
前面的一到八分别是我的一选单啊，三选单推广，四选单推广，五选单推广，六选单推广，七选单推广，八选单推广。谢谢天谴修道士的一个五个玫瑰花，祝你不会遭天谴哦。谢谢皮皮圈的一个糖果，祝你越来越甜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能用什么意思？我三选在的好吗？三选可是创造了我的总选史上第二好的成绩。什么叫三选不在？不能因为没报过我名字我就不在。咱们也是差一点就进 BJ 神奇的哦，也不差一点，差个五六点吧。差不多。三选就是16年啊，那是我当时可是那个一队第三呢，结果那个像狗一样的 staff 一队第三给我排了，清宫也给我排了一个11号站位，气死我，真的是有毛病。谢谢滴滴滴的 SJ 的一个恶魔头饰，祝你头头是道。谢谢林淑婷吃三个圆圆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那确实他就是嫉妒我，怕我太火。那确实这很正常，这很正常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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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那个 staff 我后来看他不做流，他去拍抖音，哼，他抖音点赞没我数量高，怎么样，还是没我厉害吧。谢谢野原董教授的三个恶魔投手，祝你三阳开泰。听到啦听到啦，就祝你回去安全哦，晚上待会去吃，待会去吃。你看我的这个裤腰带哦，不好意思不好让你们看，你看我的这个裤腰带，就是咱们都已经开始解松了，就是准备待会大吃特吃。谢谢封建一派的十根荧光棒，祝你十全十美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像鞋带的裤腰带。好的好的，好好好好，咱们浙江人那个加油啊加油。我那版的预言的界限，确实之前我看那个 N 队的那个好像挺多人不在公演，还在想要不要带印，唉，后来想算了，因为我感觉跟 N 队人不是很熟，我觉得怕尴尬，还是算了，还是挺想去跳那个三角函数的，就是我的双眼皮诺。那是咱们就是干位，反正都这样。我跟周姐说过话，说过话，在电梯上有说过话。真的吗？那他不看就不看。对，因为咱们周遭那上海的电梯比较狭小，就是两个人只要一起占据，就会属于这个前胸贴后背的一个状态，如果不说些什么会有一点点尴尬。是的是的，是三楼吗？谢谢无忌言不氧化的一个糖果，祝你像糖一样甜甜。哦，还有人送小杯礼物，没有的话小杯下播。哦，谢谢香煎五五花的这个南瓜派对啊，祝你的身材不会五五分，咱们就是说来一个三七分，咱们头是三身体是七啊，上半身是三身体是七啊，咱们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身材比例。谢谢滴滴的 ZSJ 的一个万圣衣啊，这两天看到你了，人变得更帅了，那就祝你越来的越帅气啊，然后祝你就是这个越来越有福气，对对对，然后祝你红红火火，红红火。那还有人给小杯送了，没有的话小杯就下播了啊，应该没有了吧，还有吗？咱们就说没有了，
但没有了小杯就走了啊，就走了啊，就走了。谢王品的一个糖果啊，祝你就是天天吃果冻，谢谢。小绿叶的一个恶魔头是祝你头头是道，谢谢星期九的一个糖果，然后祝你九九归一，谢张天光的一个万圣夜，哎，祝你这个夜夜做新郎啊，祝你夜夜做新郎。谢润0815的一个魔头是，祝你头头是道。还有一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。两个巧克力，祝你两全其美。谢有深深的一个糖果，祝你甜甜的。谢谢夏馒头的一个糖果，然后祝你也像糖一样，就是后劲，就是这个甜味无穷啊。然后谢谢痛调味师的一个糖果，祝你甜甜蜜蜜。谢谢皮川的一个恶魔头饰啊，祝你这个不会走火入魔。谢谢煎饼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咱们还有漏念吗？谢谢润零八幺五的 N 个巧克力，然后祝你加 N 倍的油给你，好，加 N 倍的油给你。谢谢小景的一个两个荧光棒，哎，祝你这个像两根棒子，你的那个腿就会跟两个棒子一样，又细又直又长啊。对对啊，谢谢润润就是天的一个糖果，祝你活得越来越滋润。谢谢这个无机盐不氧化的一个糖果，哎，祝你就是不会被氧化啊，咱们就是那个粉底不会变斑驳。谢谢润零八幺五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，做起来漂亮好。那当然，因为躺的时候你那个肉就，不好意思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个肉就会像一个饼，它摊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听我的一个秋天奶茶，然后祝你每天都活得很清醒。谢谢润零八幺五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，哎，摊开。谢谢那个煎饼的一个，祝你跟你的妹妹越来越好。然后还有人那个送小杯礼物嘛？没有的话，小杯就下播了，下播了，那是当然。没有了吧？那没有的话，小杯下播了啊。下播了啊。播了哦，谢谢浪不动了的荧光棒，好，下播了哦，拜拜，友们，拜拜拜拜，黑影君的三个荧光棒，祝你三阳开泰，好，小贝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哦，祝你越来越胖，好，小贝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谢谢0815的一个巧克力，祝你充满力量啊！走了，拜拜。哦，谢谢他们乔布斯的一个，祝你充满中华力量。谢谢白先生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。谢谢阿丁两情相悦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0815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啊！咱们就走了啊，拜拜。谢谢白先生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0815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越来越棒。谢谢0815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梁不动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润就天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沙发发小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0815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星九再见我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0815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河里最亮的 T 像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0815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谢谢童颜，爷爷童颜帅的一个荧光棒，祝你圆满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